的，也要自己动手哦。不呢，黑胡椒是关键，这个配方味的调味里最关键的是白芷香菜的，可以不用加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搅拌成肉泥，再加入生抽、老抽、清水、蔬菜粒、黑胡椒。那能打败麻辣拌的呢？麻辣拌我最喜欢的，鸡肉切成小，一口接着一口，完全停不下来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啤酒鱼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哦。这里下入香料、洋葱、大葱，还有配菜，洗袋子焖20分钟，鲜嫩入味的啤酒鱼就做好啦，快点下锅了。炸至表面酥脆，两面这声音就知道多好吃了。快点学起来，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把泥用裱花袋挤到鸡苹果片、蒜泥还有灵魂可乐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